大家好，我是阿汤。然后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，最近阿汤才刚买的一台米其林的快速充气打气机。好，那这台打气机呢比较特别，是因为它是电动的啦。那阿汤比较懒。OK， 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当我们有接上车中的电之后呢，前面的灯是会亮的。我们在前面的照片有介绍到，然后这个我们也介绍到是可以做分离的。对，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拿起来去测量胎压。那也可以直接装在上面，那打气的时候直接可以观看。OK， 然后这个有一个黄色的按钮呢，我们可以去切换我们胎压的单位，那可以切换可能是 PSI 或者是 bar， 那也可以切换成 KPA， 那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 PSI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，就是像我这样一个需要44 PSI 的轮胎的话，我需要大概打多久？那这声音有点大，我现在测试给大家看。那我们可以现在已经在开始打气了，我们可以看就是它已经12、13、14，速度其实蛮快的。OK， 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刚从轮胎是完全没有气的状态下，然后达到46 PSI， 那速度很快，大家可以看到。OK，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朋友，那你可以直接买这一组打气，那可以用在汽车、脚踏车，或者像我这样是 Air Wheel 电动单轮车都是没有问题的。